反而是你比较闲。那我先去了。哎呦，我怎么没有拉拉力？全身检查。好，都有。我去了。はい、サンニー2枚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通常客券の3日券が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エビショップで買え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父さん、これ返す、いらない。
要先去玩，他们在石冈啊，他们要去太宰府。谁们？他们在石冈。谁们？明天站立全开。谁们？哦、oh? ，嗯，拉好拉链，好，好，哎，四十分，起算。我们就是推的地方麻烦了点，熟门熟路了，至少不会迷路吧。加速还好，那边你有机会啊，就是认真的直冲就有可能就冲到了，而且现在又不是粉雪。又回来了，熟悉的路。我刚传一张给赖美华，不知道他看不看得出来是哪里。嗯，那你往哪边拍？往这边拍，他可能记得。他可能认不得吧。我再拍一张后面。等一下，烧鹅山底下也有。就可以了。啊。嗯，果不其然的，到处湿了冰。难怪莉莉不要来。嗯，湿了冰也可以练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往下做的，是换班的。站立全开、啊、什么站立啊？就是说那个啊，半打哦，你是说他们去看福冈的、哦、对啊，哦，我没有抽啊。哪一张啊？哪一张比较好？哪一张比较好？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？都好，它的形状就是那样。知道，这是稀稀疏疏，稀稀疏疏。嗯，所以总之这一整块一路到东京都是暖气团。这都算极端气候吧？突然很冷，雪就是大雪，然后就是那种几年不离的大雪，破纪录的低温。接下来。昨天又是几年不离的高温，就跟三月一样。好啊，那三月的雪也可以滑啦，既然这个都可以滑了，这跟三月的是一样的。往右边转。
着装以后，这里开始就算了。中间那个波浪有点硬，吓人用的。我们不用走山顶啊，不用走山顶啊，是滑过去的、啊，是切过去的、啊。哪有？不是山顶走过去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没有搞错。我记得奥斯特的来回就是山顶走、啊。你记错了。有切的，切的，切的下面那一段滑得好的话，也可以不用推。下面切过去那一段，你记得吗？要推很远。我就认为要从山顶走啊！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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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刚刚在拿地图的。没关系，我都记得路。你现在 check in 又要换雪场。是，但是不是至少他会记录？好啊，那你就把它 check in 了。我觉得应该是12:30差不多。好像连北海道也是0度以上，所以不过我猜，那这坡就这个周末整个都是暖的吗？我猜头妈母会好一点。我啊？为什么？它是大陆中间，我不知道。会不会吹到暖风就对了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严格讲，通常大陆中间会比较冷。会比较被当地的气温带着，但是因为都化光啊，化光哦，化光还有包起来吗？还有被冰包起来？那里有一块，就你要四处找剩下的，剩下的。这几天都不会下雪了。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滴滴。那明天也是暖的吗？但是晚上下没有用啊，白天的话，明天是2度的样子。但是我不知道预报会不会变。反正然后后天，我目的是来吃东西的。嗯，后天就好像好一点，再更好一点，这样。有可能后天会变成下雪天。我里面那一层啊，外套没有搭起来，肚子还是会凉凉。嗯，我这个外套就是这么暖。嗯，我还是蛮喜欢这一件的。我是说我觉得热热没关系啊，但是它的功能都好，口袋多，就是没有那个放雪橇。对对对，我就说了，它唯一缺点就是那个。还是你要穿我紫色那件？嗯，你就穿的，你都不穿吗？他都会穿这件，因为这件我穿看起来太长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太大吗？还是为什么？它就是宽一点的啊。
哦，那我就会变成全面替代为，那我的忠诚这样够吗？我冷的时候都是靠这个外套加忠诚加内衬。那件其实也蛮保暖的啊。是啊。只是我冷的时候，我这件是只有一层皮，跟这件其实有点像，所以其实我都是内层会穿到两件，然后穿中层。我这样，我内层好像没办法穿两件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蓝的跟黑的各穿一件就好了。因为它很贴啊。塞得下。嗯，是没错，只是那样会有紧绷的感觉。哎，这个是要先切去广州啊？直接下就是广州啦，下去左转那条路就是了。广东塔上去就可以了。广东塔上去之后，再斜切东莞东边山那条路，接着下面有个切过去的路啊。好像有这个印象。对啊，那个地方就是哦，准备冲哦，这样。奥智赫可以，用去的时候。去的可以，回来没办法。回来就一定要走山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回来就觉得烦死了，周法师，因为这样子车子一路搭上去，它下面的缆车也不是很快。就觉得一路拉回来要花太多时间，坐车一下就到了。哎，坐车。车都没写。我们要。我们好像也没有必要。你觉得有必要为了买雪要跑回山猪站吗？对啊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对不对？那怎么现在这边也改用字母标了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要来这一台啊。对啊。去那边也可以啊，但是我习惯坐这个了。而且那边切你会推不动。
然后拿回去放，看他锁成那样，不，好像那里东西都被干走了感觉。虽然我也不觉得那个锁好像有多厉害。又不太舒服。嗯，所以我刚会不会误判呢？上面也要切，下面也要切。我现在觉得你刚突然走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不是先切东莞呢？这边也可以切啊。你都会有自己拿出地图确定一下好不好？不用不用，我知道可以切。我唯一不大记得的是。下面切对你比较好，还是上面切对你比较好？我记得都不是，你都是要退半天。不过现在这种湿湿的雪，应该上面切应该可能比较简单，我觉得。湿热冰之旅。斯乐宾美食之旅，我现在有事可以做啊。看地图啊，确定路啊。不，那些路我都记得。我现在可以把那个配恰取进去就好了。真的有自信的啦。不是，我真的记得啊。我把那个路恰取，把刚拿到的恰取进去。你怎么会为了我看一次地图？我不要走错，我不要迟到。不会错，不会迟到。会不会迟到？不见得。但是不会错，这个配，追加地狱，长野，不是用这个配，不是这个配，看一下那个单子，该不会是直接用那个吧？这下有趣了。看一下说明，平日用，使用方法请看背后。SS key， 读 QR code 之后去指定的 website， 哦，去 website， 然后再登录进去，结果信州哥用的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总共会坐两次缆车。奥之后会再做一次。我看到站了。新秋瓦里，信州哥。该不会又要注册了吧？我觉得一定是。
是有 finish 的网路，我现在用那个 power 的慢速网路，非常的慢。这里有网路吗？不知道，看看。没有。这不，这是雪道吗？这是雪道。这是个黑线，我没有滑过。好像要栽到山下面去的感觉。但是我们看过它很多次。刚刚还在想说，它插了很多红色，这是路吗？现在是12点整。声音很多呢，这车也看起来很旧啊，那苗场的车比较新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现在是弄不进去还是捞很慢，我都还没看到使用方法嘞。这是 Polo 的 LINE 已经过头了。我的 LINE 没有过头啊，但是我知道 Polo 可以用之后，我就超级节省的。我现在的 LINE 才用了11枚，就在那边紧张兮兮。太早了。嗯。脚也舒服了，没有那个袜子鞋。还好坐缆车时间充分。嗯，还会再坐一次。再坐一次缆车。奥兹赫的吗？对，奥兹赫的，就坐那一次，然后就到了。是牛尾吗？我也觉得，但是它整块应该是牛舌，好吃好吃。但我肚子饿了，那我肚子饿是该吃饭。嗯，你是说它有饭跟面包可以选？好像是哦。结果点了两个都是那个。但是它是意大利餐，它真的没有饭可以选吗？我记得有。我也觉得好像有，但是我现在肚子很饿，所以我在考虑要吃饭。饭，你也要饭？饭，我也在想要配饭。再怎样，它不是咖喱，所以就算，而且我等一下就要坐巴士回一只啊。你真的要坐巴士？要，因为我不想走回去，唯一的方法是走回去，太累了。它这边都不滑了，奥兹赫要滑，明天滑，明天再来认真滑，今天只是逛山。好像也没有全都逛到，今天是赶路去吃东西，还是你要吃苹果派？看什么温度计？那个是温度计吗？圆盘的那个，5度，3.5度。好了，往右走。好快哦，都变成这个号码了。以前叫唐松啊什么的啊。好。还要走？大概到这边差不多。这里。好。
你朝右边挤啊，速度比较快，偏右边比较低。你应该走偏右边啊。我自己是为了把速度留回来才走左边啊，往右边才抓得到速度啊。好了，切回来了。有吗？好啦，接下来到那三个人那边，都这边是走右边吧。哎，看到没有？那条往左，嗯 ，A2 往左就是切去奥兹赫。哎，那后面有个 D1 呢？啊？下面有个 D1 呢 ？D1 什么？不理他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D1。那里有写 D1。比较近一点。啊？你可以往前看。啊？你是说我看错了吗？我不知道哦。好像 D1 才是呢 ，A2 是错的。对啊，所以我问你说还有一个。哇，我记那边感觉又是回去了欸，我觉得 D1 才是，对 D1 才是，拍摄指错路了，然后斜切去那边。对，是 D1， 是 D1。嗯，对。好，欸，其实 D1 那里还有一段下坡，冲的起点是那边。哦。对。那就慢慢下去就好。但是我习惯从这里开始冲。太高了吧？我不小心滑到离你很近，然后有个小孩子挡在那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先下一小段而已。
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里够了，这里可以了，只是要等他们一下。那个不起来吗？哎呀，小孩子摔倒了没？一家人啊。我们赶时间呢。那冲过去喽。前面那个呢？好，很好，欸，你也不用推呢，成功，春雪好滑，走吧。
刹车用。就会警告飞出去，很怕。所以每次上缆车都会散热一下。毕竟现在温度是太高了。对啊，那两家都没吃过。有，既然来这里，为什么要吃这边？你想吃吗？不想。对啊。不会好吃吧？不知道哎。哦，好热哦，马尾超热。那帽子，算了，帽子不拿。你还有罩起来，我没有罩起来呢。我都会罩啊，因为那冷风，我觉得会头痛。没有，今天完全没有冷风会头痛的问题。你速度快，我就说今天的温度不会，因为你八度就跟骑脚踏车差不多，然后身体又在冒火，变冷的。那时候你的什么东西要怎么？哦。事前确认预约，酷放的使用方法怎么用呢？它没写啊。放卷，信吧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。6000的，直接一次就吃掉。还是他只是就直接付，然后那个 SS key 是店家自己刮拿去。你是说好吗，姐？有啊。获取方法 ，QR code 读进来，去指定的赛道。所以不是读这一面，这是公式配局，所以我刚什么都没有，是要读这一面。然后你可能需要刮下面的。对，他说接下来把 SS key 输入，接着 smartphone 上 coupon 就获取了 coupon 的。收起来，因为你要刮。在那个餐桌在搞。而且你也把屑收集起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垫一张、垫两张纸巾，以后再刮，然后可以整个包起来。哦，好。把它弄脏脏的，不好意思。授权。所以刚刚使用那套 App 系统的，不是全部的限制，一国多制。我觉得他们这次可能又肩负了一个 digital 的任务，可能政府突然就上一个任务说，好了，这边没好，这边不是这边没好，是这边用的系统跟全国很不一样。对啊，会超不一样。不知道啊。等等，要戴眼镜啊。散热刚好也散得差不多了。
急，匆匆忙忙，匆匆匆，我等一下就冲掉了。右边、左边都可以走，右边比较好走，左边比较难走。微上，左边微上坡，右边微下坡。那我去了。小心点啦！你那种头头低头头。好啊，那我慢慢来。两边都可以，走这个比较不累。走这比较不累，顺顺滑就好了。
30分刚好。